我们在空弦上面所做的四个指法，同样的在第四个手指上，我们在四个手指上，一指、二指、三指、四指上面也都要运用起来。那么指法是一指在记号上，二指在记号上，三指很远，四指挨着三指。那么第二种，一指在记号上，二指在记号上，三指非常近，四指非常远。第三种，一二指非常近，三指远，四指远。第四种，一指和二指贴紧，三指离第二个记号很远，但是离四指很近。第五种。